钱我都转过去了，你给谁转钱呢？你给我说清楚。还有，这头发是谁的？这衣服上哪门子香水味？这怎么解释呢？先生，请问您说哪张卡呀？老婆，快接电话。 女士您好，您先生为您准备的礼物马上就到，麻烦您一分钟后下来取。老婆，走。女士，您的车到了，这车很贵吧？老婆，我告诉你，降价喽！这车也太好了，我太喜欢了。问你干嘛？兜风去。